我们今天介绍三峡名店哈，它的是叫做小铺子，老板非常和蔼可亲。冰火枪的那些。来，他在三峡。多加这个来。位于三峡老街口。他到我带你不完了，高档摆的餐馆。有这个家具，还有碗盘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 Q 币，还有拖地工，头家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三峡小铺子，成长，但呢，和蔼可亲。台湾味乡土情啊，重情重义重庙师，爱乡爱土爱佛祖，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哇，真多这个精品。大家拿来三甲的使来遮参观选礼。以上是乌帅 YouTube 报道，谢谢收看。